Okay，Let's get a start。三二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佩。今天要嚟拍一条开箱片。其实箱咧，我琴日已经开咗噶啦，但系点解今日先拍呢？因为我琴日唔舒服。我想讲咧，我今日呢条片可能会冇咁精灵或者冇咁多嘢讲啊，因为咧我有少少唔舒服，但系我又想拍咗呢条片先。顶唔住嘅话，咁就会去咗第二日噶啦，但系应该唔会顶住啩。死了，我的手震，唉，头痛，不行，我现在真的。我要试的东西已经拆了，最主要就是这一盒。那么循例说回，这条片不是合作片，纯粹是个 IG post 才是一个合作 post。 这段片真的纯粹我屁屁行，因为我没试过自己整这个角蛋白节目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我自己会整成怎样。我自己是一个极度重视眼睫毛的人，我很喜欢眼睫毛又长又浓又翘，整只公仔这样就最喜欢的了。我之前也试过一次自己出去整角蛋白，但是整完之后我就不是很满意的。它的挛度有些是直不甩地擦出来，有些是极级挛，有些是正常挛，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没有再打算出去整角蛋白了。我觉得自己夹更漂亮，但是今次竟然有 sponsor， 还是自己整的，我们即管来试一下。它是一个外国牌子，看一下这个简介先。一 set 东西可以整到10-12次，我整一次可以 keep 到1-2个月，售价是162元。喂，这样计算来其实都挺大。我记得之前出去整一次都300-400元，都不便宜的。用我的曲可以减10元，即是152元，离身没有抽佣的。看看入面有什么先。噔噔噔噔噔噔，首先有一支大的胶水，跟住有4个 step 的细细地的一支嘢啦。1号是软化剂，2号是定型剂，3号是滋润剂，4号是清洗剂。之后仲有2盒，一盒咧就系俾你拣整几挛嗰个毡啦，一个咧就系清洗的工具，系咯，唔知咩嚟。首先望下佢嘅注意事项先，1号同2号唔可以直接接触皮肤同眼睛，否则会红肿。最好整完3个钟不要掂水，整之前梳理下睫毛，记得胶水干先至黐眼睫毛上去。即系我第一个 step 应该是要梳下我的眼睫毛。嚟身我今天是冇化眼妆的，所以我而家个样系有啲怪怪地。个个个个咧，哇！我自己屎忽坐住佢劲耐咯。Close up， 我有眼屎啊，系嘛？系咪眼屎嚟啊？好彩发现啲眼屎发现得早。唔係咧，我成條片就要重拍噶啦，我好憎眼屎。都記俾大家睇多次我嘅 before。嗯，咁樣會唔會好啲啊？OK， 我哋而家就梳下啲睫毛先。其實我自己本身啲睫毛咧都唔算短嘅，不過咧就唔係好濃啦。同埋我之前試過幫我嘅睫毛咧剪個平音，即係我係一 sharp 咁樣剪咗落去咯。係我真係認真剪嘅，即係唔係俾人玩。同埋我之前細個咧係會用凡士林啊嗰啲嘢咧去擦睫毛，因為之前啲人話咧用凡士林擦咧可以長啲嗰啲睫毛。同埋我之前都試過擦一啲增長嘅睫毛液啦，的確係有長嘅，但係唔濃咯都係。我仲試過長到咧係會倒擦翻入隻眼度咧，跟住我就要掹咗佢咯。第一個步驟就係揀要幾翹，入邊嘅呢盒有1、2、3、4、5，5個 size 揀，越細啲眼睫毛越翹。OK， 即係 S 係最翹 ，L 係最粗，唔係，黐線講咩？即係 S。OK， 就咁樣一包嘅東西，係一啲白色嘅軟墊，但係點樣睇佢幾翹啊？有黑喺上面嘅。大家望唔望到個分別啊？上面係 S， 下底係 L。S 呢一塊咧係會薄好多嘅，跟住 L 呢塊咧係會厚啲。用 S 咧應該會變直角咯，我覺得。唉，好煩啊！拎曬出嚟先，但係一拎出嚟咧就撈亂曬咯。嗱，唔要 S， 唔要 L， 剩翻 M、M1、M2， 選擇困難症又嚟啦，點算啊？死咯！我又驚太誇張添。用 M1 啊，我之後用睫毛夾夾下睫毛先。嚇，我夾完就會勁翹噶咯喎。OK， 聽你講。整之前咧要準備棉花棒同埋保鮮紙啦，但係我屋企嘅保鮮紙咧已經用曬啦，我唔知道可以用咩代替。棉花棒咧我又淨係得黑色嘅，都得啩？睇翻佢條片先。我先示範呢一邊先啦，俾大家睇下兩邊嘅分別。夾睫毛，夾好啦。大家應該見到個分別噶，而家應該要黐呢一個先，應該係防止啲膠水黐嚟黐去啩。開咗，係咁樣嘅。死啦，係咪咁用噶？定係 eye mask 嗰啲嘢嚟噶？
哇哇，平似化妝敷 mask 好奇怪啊，種感覺。跟住就要呢一個膠水黐喺呢一個尖嘅粒面，聞下佢先。雙眼皮膠水嘅味，緊廿秒喎，佢話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廿秒啦。黐上隻眼度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奇怪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好奇怪。撳一撳佢啦，驚佢唔信。我而家好似整容失敗咁樣咯。下一個 step， 等完十秒，跟住再將膠水搽喺上面嗰層。但係咧，我啲睫毛夾完之後咧，好翹，佢已經頂住咗嗰個 pad 噶啦喎。即係我要喺睫毛嘅後面 pad 嘅上面搽一層膠水，哇，都幾高難度啊！咁其實我可以唔使夾睫毛，會方便啲咯。乾咗之後咧，再用呢個叉叉咁樣推上去。我覺得我咁樣好滑稽咯，真係。我唔可以笑，我一笑咧，推完上去之後，再用棉花棒21/21嘅劑擦喺睫毛上面，再用保鮮紙封實佢，等8至12分鐘。我喐啦，黐到喎，用手好似快啲咯。我覺得我要染多啲膠水咯，不過係真係乾咗咧，係會好黐啲。所有睫毛都要上去。這個 R 叉都挺好的，它是有這個叉叉位的。哇，相機沒電。我將我的眼睫毛已經成功黐上去了，之後就要用這個1號的軟化劑。哇，它的味是漂劑那些味道。是啊，是 exactly 是那隻味道，大家看到嗎？ OK， 那我們就等12分鐘，給我部相機擦擦電先。又沒電，真是真沒事。我由3:53敷到去而家4:25，咁途中咧我补过一次呢个1號嘅软化剂啦，跟住咧就系用呢一个叉轻轻咁样清除1號嘅剂啦，跟住用2號嘅剂擦喺睫毛嘅上面，跟住再用新嘅保鲜纸等10至12分鐘清下上面嗰啲嘢啊，但系我上面冇乜嘢喎，上面系乜都冇嘅喎。不過咧，我想講喺途中咧，我會見到咧，佢好似有少少攣咗咁樣咯，所以其實係應該有啲傷睫毛嘅。哇！甩咗睫毛啊，梗係勁多嘅睫毛啊！之後咧就染呢一個定型嘅，係藍色嘅。啊，記住就係1號同2號咧係唔可以掂入眼嘅，所以大家擦嘅時候都小心啲啦。我有啲睫毛一排排咁樣咧，我覺得好療愈啊。我媽唱歌入到電，使唔使再補擦下呢個定型劑咧？因為咧，其實我唔係染得好多嘅啫。如果照計咁樣嘅話，其實應該用到好多次嘅喎。我覺得應該會用超過10至12次咯，即係每一次都用咁少。反而膠水，我覺得係用得最多嘅啦。咁12分鐘之後再見。OK， 我已經等咗12分鐘啦。第6個 step， 我有嘢食，我想食嘢。夠唔夠鹹啊？夠，好鹹。今日，辣親我。第6個 step 就係搽4號劑啦，由上而下咁樣搽啦，又係飲，勁似水咯其實。誒，唔係水嚟嘅喎，有啲唔知咩味。由上而下係嘛？死啦，佢唔流。啦，上而下，同埋可以擦嗰啲舊嘢啦。OK， 清理一下眼皮啊。哇！我個眼頭咧勁多膠水咯，因為個眼頭係咁黐唔實，跟住我又落咗勁多膠水落去。哎呀，好似大粒麥啊！而家用多次咧就好好多啦，而家已經唔黐啦。我諗呢塊嘢都可以搣走啦，係嘛？呢塊嘢真係唔係幾知有咩用。最後一個 step 就係用3號劑由下而上搽啦。3號劑咧係一個滋養滋潤保護翻你嘅睫毛咧，應該係我諗。但是我眼皮很濕啊，仲係，所以就要抹一抹先。我見段片咧係用呢一啲去染咯，但係呢個唔係好乾淨，算啦，我都係用棉花棒去染，染完之後先至再用呢個梳開。擦上面先，我再用把梳去梳下佢先，等佢均勻啲。完成啦！哇，大家睇下個對比。啊！佢勁大分別啊，係真係我啲睫毛嚟嘅喎，哇！見唔見我啲睫毛？同埋我想講佢個弧度咧好靚啊，夾眼睫毛咧好難會夾到咁嘅咯。J 下自己啲睫毛先。不過我想講整完之後咧，啲眼睫毛咧係
勁軟嘅咯，即係唔會似硬邦邦用咗膠水黐實咁樣嗰種感覺，亦都唔似夾咁樣有痕咧。哇！我覺得我自己可以出去幫人整咯。我試下用睫毛夾夾呢邊嘅睫毛俾大家睇下夾同整嘅分別。不過大家可能覺得冇乜分別，因為我手勢太好。講笑講笑講笑。哇！死咯！突然間覺得夾睫毛好醜添，夾靚啲先。死咯！我想嘗試夾呢一邊個弧度出嚟啊，但係點知夾完之後咧勁硬咯。呢一個係整，呢一個係夾嘅。唔知睇唔睇得清楚啦，呢一邊咧係會有啲夾痕嘅咯，係真係夾痕咯。呢一邊咧係勁圓咁樣上去咯。實測呢一盒自己屋企整嘅角蛋白睫毛係成功嘅，出到嚟個效果咧係堅靚嘅，同埋同夾睫毛咧係真係有分別嘅，所以我覺得很可以，同埋整嘅過程咧都唔會揦眼嗰啲啦，而且我覺得都幾方便，你可以整完每一個 step 就去做少少嘢，跟住再翻翻嚟整一個 step， 跟住又去做少少嘢，之後就搞掂。呢一盒162蚊，用我個 code 可以減10蚊，152蚊抵啦。OK， 咁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，如果大家中意咧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咁咪話説我要答問題喎，誒後期 edit 啦，用咩 apps 剪片？自己用開 iMovie。Final Cut 同埋 PR 即係 Premiere， 最近都係先用 iMovie 剪好，之後再放入 PR 度加工。iMovie 係免費，另外兩個月俾錢買嘅。覺得我把聲同某啲位好做作，好做作咩？我都未做作，你就話我做作啦。